40年前，浙江绍兴一个叫做柯桥的古镇，乌篷船载着布商而来，自发形成了100多米长的水上布街。30年前，它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，中国轻纺城。今天中国1/3，全球1/4的纺织面料都在这里交易。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故事，也是无数普通人的故事。你好，看一下这个有没有？这个没有。你好，来帮我看一下这个有没有。我们在介绍我们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说我是咋样的。客人需要找各种面料，把样品给我寄回来之后，我们就去市场上找。我们赚的就是这样一个服务费，赚的就是他们过不来又担心货的质量。我觉得找样师最基本的就是勤奋吧。今天上午小谷在柯桥市场找样，如果有需要找样的朋友们给我发过来。我记得你们有这种皱布，所以我找这个皱的时候我先想到了你们。这个底部没有。这个底部有没有？不要防水的。那我们不防水的耶，这种的没有做。皱布闻起来东区有一家，我刚才去找了他们美油这种，你还记得不记得谁家油啊？娟姐，像这种皱布你知道哪里有吗？去哪个市场找？柯桥找样人估计有个好几千人吧。当我找不到的时候，或者是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找的时候，我会先发到群里面问一下。我现在打电话问问，谁知道的话，他们会无偿的把这些信息给你。我觉得这是柯桥找样人比较好的一面，有竞争，有协作，有帮助，就是这样一个团体。你找钱上也不好找。经过虽稀，折皱不会变性。价格不要太高，这种坑比较难招。老板，有个样布我挂到你门上了，你明天收到了之后帮我加紧打一下。一天走个2万多步、3万步的都有。其实大部分做纺织的人都是这样的，凌晨2、3点去定型去跟单的，这样的人很多很多。爸爸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你大概几点钟能回来？有些时候，不然到某个点儿，会比较想不开或者是啥的时候，我会去跑跑步啊。人家没说吗？整个80年代的人都是为他人而活的，更多的是为了家人嘛。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好父亲，平时陪伴他们时间太少。我那天我刚接了个单，我说哎，刚好我们这次旅游费用这个单就够了。这两天确实放假了，昨天也忘了回复你了。我现在问一下厂里有没有打好啊？打好的话，我今天让他们直接给你寄过去。我先问一下，一会儿回复你。我感觉
里好无聊呀。哎。爸爸一会儿给你讲绘本，一共是六个谜样加一个小样，这一个小样是一花六色，啊。爸爸。哎。我要去住的那个地方。等一下，宝宝，马上就结束了。来，过来。我先把它弄回来吧。弄。哎，我先把工作安排了。大宝。爸爸有个小秘密要告诉你。哎呀，怎么这么生气啊，爸爸？我要回家。以后爸爸跟你说，大事小事尽量不要哭，好不好？好吧。以后都长大了，都要给妹妹做榜样了，好吗？看夕阳西下，我想起了一首诗。对，断肠人在天涯，夕阳西下。三十多岁了嘛，就想着要达到一定的高度，或者是给家人更多的物资基础的时候，这是我的奋斗目标。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布啊，其实只要你用心努力去找，总会能找到你想要的那个样。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，邻居天天来想抱一下，结果我都在睡，每个人都说醒了没啊，醒了没啊，然后就叫苏醒。五四三二一。刷新曲牌，我现在真的是超长待机，最高峰七场同时播，白天的人以为我晚上在睡，晚上的人以为我白天在睡的，24小时一直是转起来的，很难界定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。Hello， 姐妹们，开播了，开播啦！这料子上身轻薄又舒适，特别的透气，做过一个抗皱的一个工艺的，机械水洗完全没有问题。我这款今天拍摄它，可能今天，可能明天，好吗？因为它是有限限的，不用等待，可能今天，可能宝宝，你不要在楼上吗？哭着，你没看到哭着吗？第三个小外婆是吧？好不好？看不到妈妈哇哇的哭。我们现在是个小闭环，就全部能在这栋楼里完成，包括工人啊、出品啊、打包啊、发货啊、设计啊、直播，全在这栋楼。他晚上一夜到天亮没睡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我都看到都心疼死了。我忙的时候他就帮我带孩子，然后我一空他就赶紧往板房里跑啊，缺什么他就先去顶上。这一款的话，微胖能不能穿？能穿。我老公的话，但凡他有一点空，他都是会帮我。老刘是块砖，哪里需要往哪搬。链接上新福利款，一款可以把。创业其实是一个很危险的活儿，你还得陪着他拼命往前冲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好啊。在意大利待了半年，那时候宝宝小，就会说话了。我妈给我打了个视频，说你完了，女儿不要你了。现在说起来还是很心酸啊，就抱到院子里嘛，然后人家就说妈妈呢，她说妈妈死了，然后我妈这样跟我说，第二天我就回了。我觉得还是见证了柯桥这十几年的成长吧。就那时候疫情，我一个月要发50万的工资，两个月就是100万，其实压力很大。我做了两件事情，一就是考了硕士嘛，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组建了直播的团队。165115斤拍一个 L 码 ，L 码放心穿，没有码的，宝宝正在给大家加库存。你加好了，加好了。2月16号上午我是毕业答辩，下午剖腹产，走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，我说你们好好的啊，我去生个孩子，马上就回来，生完嘛，下午2点钟吧，给我打电话，他说苏醒，你现在忙吗？开个会。我说我不忙啊，然后嘴巴是这样说，但我心里在想，还是人吗？我这不是去生孩子吗？这么快的吗？有，哇，
好香啊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帮忙吃。好香，好香，好香。我从15岁在杭州一直到30岁，面临很多抉择啊，或者有些困难的时候，其实都是自己在承担。反而现在年纪大了，家里人都帮我在承担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。就我妈妈呀，我老公啊，他们，我有时候都是一拍脑袋，然后他们就觉得一边要骂你，一边又帮你做，就是你做什么事情就是会胆子很大，就觉得不怕这样子。莫名我就喜欢你，深深地爱上你，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。为什么要变革印染这个行业？我们想做一种带颜色的纤维。我们不是通过物理添加的方式进行染色，这个纤维合成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在基因里面控制它，让它具有这个颜色。这个位置没有，就没有外面好一点，对吧？有点尴尬。我是88年出生，16年到18年在清华化工系做博士后，出站之后我就开始创业了。哇，你拿过一等奖学金。其实柯桥这边的营商环境还是整体不错的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你们可以有机会去本地的企业看一看，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产业需要大家这样的学历的去变革。我们是国内唯一实现大分子着色剂量产的科技型公司，之前都是美国、日本的一些公司在做的比较好。传统的染料大多数都是小分子化合物，那大分子的合成呢，可以简单的理解成100个小朋友手拉手，一个小朋友就是一个小分子，那如果100个小朋友手拉手，那就是个大分子。那如果有一个小朋友他是个红颜色的，那我们整个的材料就是变成红颜色的了。像这些布，那我们是销往俄罗斯啊，或者说是乌克兰那些地方的。颜色方面我们需要改进一下。来绍兴之前创业就是九死一生，没有客户，没有销售，也没有机构给我们资金进行投入。当时发不出来工资，把我同事的房子抵押了，贷了50万给大家发工资。非常困难的时候，绍兴市给我们抛了橄榄枝，所以其实我觉得也算是我们创业过程中做的最大的一次决定，来绍兴。大家好，我是浙江才华科技的创始人李军佩。我参加了2019年的海创大赛，我们拿了那一年的一等奖，我就落户在了柯桥。当时绍兴政府说给我们2000万的扶持，我就感觉跟做梦一样。那我们就从北京中关村搬了过来。我觉得柯桥是一个适合年轻人创业的地方。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，你可以让你保持你自我的一个地方。中国的印染企业、印花企业都在这一片，你开车几分钟就一个客户，几分钟就一个客户。很多我认识的企业家，他都是在为全世界的这个服装品牌去服务。如果你有一块技术，他们会很快的把你推到全世界的品牌里去。我觉得这也是在这里的优势。冬瓜，现在只剩冬瓜了，今天被我吃了。在我碗里呢。我们前年结婚，他在北京，
因为今年有了疫情，今年我们才见两次，因为我上次去北京去看他，回来被隔离了两周。办完婚礼到了柯桥，当时我租在了一个30平米的小房子里，跟一对夫妇合租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。其实我觉得在生活里，是很拮据的，但我很喜欢我的事业，因为我内心是幸福的。我觉得我每个月做了一些突破，非常开心，非常享受。我们要做色彩化学品的中国芯，芯是芯片的芯，创新才是真正的生产力。那我们就是国内第一个做这个的，就像你过一个山洞，里面全是漆黑的，但是路就是走出来的，就我们一步一步的去，就跟登山一样。德美化工和才华科技有限公司迎来了他们战略合作签约仪式。我选择这条路，我也不会觉得，就是我吃亏了，我不会觉得我痛苦，因为我觉得我看到的风景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条路是我自己想要的。1944年，老家人在柯桥，因为我们那个家乡人唐朝开始已经一家一户在出来了，算是这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乡镇企业刚刚都起步，有个英人厂，亏了要130万，关了3人厂子。叫我去搞这个工厂的话呢，我真是外行。我们想尽办法买比较先进的机缸，后来我们业务慢慢打开了。我呢从温州乐清来到柯桥，来柯桥呢是89年，当时叫青房市场。那真正兴旺起来应该是90、91、92开始。最高出到多少呢？一间民宿240万，180万一年。所以要去谈大的钱，考掉你为什么要钱呢？就是这个事的。我们公司成立在2006年，后来赶上了金融危机，08年，对整个中国的纺织品出口恰恰有积极意义的。08年的危机其实是金融的危机，不是产品的危机。有了这个销量，有了这个市场，产品交易的那个平台发展非常好，全国各地发展到东南亚，包括全球，包括欧美，都来进货。我这个展厅人最多的时候，每天100-200个老外在选购产品，那这仅是一个缩影。其实柯桥每个地方都是这样欣欣向荣。我一直认为柯桥的有今天的发展，也不一定它的这个区域优势啊，主要是人的原因。柯桥人能包容很多，才会来自全国各地在这里。它是建在一块布上的一个城市。我们要这么勤劳的人民，共产党领导下面什么事情搞不清，这是我这个就本身的想法。国家的未来肯定会很好，只要国家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，真的是解放这片人民之英雄基地在这里，有这么大的新房子啊，有几万个懂得瓦膜的经验的人在做瓦膜，以后要更加好。